出海钓这个深海鱼，这也是它的爱好之一。那么除了爱海之外呢，它可以把这些鱼在这个滩里给大家品尝。这新鲜的鱼是？这个你们出海钓的？对，在出海钓的啊。哦，都是在西沙群岛啊，或者反正全国各地都去过，都是钓海钓回来的。啊，全国反正海域我们都去过的。哦，这个是马苏金枪，这个是胭脂虾。它本身就是红的吗？还是做好的？它本身是红的。 它就是东海的胭脂虾，它会本身就是红色的。哦，那这个是怎么做的一下？是加工过吗？这用净水洗一下就可以了啊，很简单的。然后下一个就是黄尾狮。稍等，你的意思是说这个虾是生的？是生，是生，是生。哎呀，对，这个就是红牛，然后在上这边来就是青鲍，然后马苏金枪是这个位置是鱼哪来的？这个最好的位置。你看，你们看看那一点。 哎，你也是海钓啊，都是海钓，这也一样，这也是胭脂虾，一样一样。哦，摆盘不一样，摆盘不一样，这个摆盘真漂亮。红肉蘸芥末，对对对，红肉蘸芥末酱油，对，白肉重油和盐和盐，钓回来所以你们吃的一定放心啊。好，我们出去四五天啊，准备才到岸的。 所以没二十三号要准备要煮的。那还等什么呀？啊，这个还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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在归你、嗯、但是你要存放吧，存放那个钱你得给我存，他负责给你存放。然后、啊、这个餐厅卖的东西比较冷门，很少吃到这些东西，换了那个芥末完全不同的感觉，是，确实。高跟，广东话高跟，没事。哎，咱别浪费了，把这弄完了吧，这不要放的时间太长。对，它有点融化了。帅哥美女们，把这个剩下的吃掉吧。胭脂虾，本身就是红色的。嗯、对，原汁原味的。我刚开始看到这个虾的时候，我还以为是腌的虾的，腌制过了。啊、后来才知道，哦，不是腌制，是腌制。啊。是的，是虾如其名，这个颜色是因这个名这个颜色得名的。胭脂虾，胭脂红。这个多的是这个盘，这个盘多的啊。对，这就是砗磲。是的，大贝壳。嗯，这真的贝壳。对对，砗磲。砗磲就是从这儿加工的。啊，就这个加工的。哦，它也算是一个海里的那个。海贝，海里的贝。啊，也是个装饰品啊！怎么又转过来这个鱼、啊？哎，就是啊，转到你那里了，方向反了。我夹了，我夹了，我夹了。你看，你看它的骨头。把那个砗磲拿走先啊！好、啊、的、啊，对，往那边转转。这个是真的砗磲哦。砗磲就是化石来的。啊，就是这个是真的哦。是真的，是真的。哦，小心点啊。四五十斤啊！哇，四五十小一个。是我那小姑娘还拿不动，拿回家。砗磲原来为啥不吃？我吃了。得让它我已经夹了。吃了吗？吃了。这个鱼长得不好看，有龅牙。它肯定是食肉的。那或者叫以丑为美呢？这
就好像他们家以肥为美。对，我特别，我从小就想吃这里。我说我们当个皇后应该可以了。不够肥，不够肥，不够肥。来。